We never really care. Oh my god. We only care about love. Oh my god. 因为毛衣听过考试，王俊凯呢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了。要不换奶奶，奶奶想拥去面对，面对三分吻下去，不抱颈椎。再见，奶奶。乌头，跟俺一起跳。我们还没一个。不错，新老师，你们在这里，在酒桌上说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。要不要试试这种心境？你原谅好吗？ 都跟他这样了，你说这些干嘛？好久没见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好，你等我一下啊。 这两套衣服呢，我觉得都很好看，觉得哪一套更好？我不穿，我就只穿裙子。你干嘛？累不累？还问问题？